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昕，欢迎收看我的 1.7 点时 Legend 传奇模组生存实况第19集了。那我们上一集呢，做出了这个我身旁这个看起来像这个龙鼻子啊，有人说猪鼻子啊的这个最高级的 Ignotomite 的合金装备啊，那我还做了两套铠甲装，一套给女仆，一套是就是旁边盔甲架给我自己穿。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现在身上穿的那个鳞片甲装啊，就是中型装甲，这样子移动起来会比较顺畅。然后基本上上集好像没什么进度，就只是做装备而已。那我们今天呢，到今天这集之前，我又做了很多的这个武器，反正就是去挖矿。这个矿物我们家都有，唯一缺就是那个 mythic ore， 所以说呢，我就是一路往前挖，因为它就是不一定每个 chunk 都有，所以说就一路往前挖，然后听声音，如果听到那个叮铃铃声音的话，就代表中奖了。所以总而言之呢，这个我又做了很多的武器，毕竟已经是最高级版本了嘛，那就可以把一些这个武器通通做出来之后可以交替着用。像是呢，我手上拿这把就是战锤战斧啊 ,Battle X， 就是跟我们之前第一次做的那个青铜的这个战斧是同一种类型的啊，就是那个跳级伤害的时候是最高。只是呢，在 Dragon Forge 情况下，你可以看它变成两面式的，就是造型有点不太一样就是了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样又多做一把卡塔纳，因为女仆她只能用卡塔纳，所以她就只能拿卡塔纳，但是我自己偶尔也有可能要用到卡塔纳，所以我又多做一把。再来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长矛啊，它的前身呢就是我们原始人时候拿的那个像长枪长矛的东西，可以戳东西的那种武器，它的重型武器版本就是这一把Halberd 啊，它就是原本的长矛旁边再加一个斧头的那个边边，所以它现在变成有劈砍跟重击伤害，但是反而就没有那个穿刺伤害了啊。但是这把武器的这个比较特点嘛，就是它的攻击距离稍微更长一点，所以你可以在更远的地方就可以进行这个游走来戳击敌人，敌人就比较难靠近你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话呢，要来做什么事情啊？首先嘞，就是上一集，因为上一集真的是进度太慢了，我原本想说在做这个进阶的十字弓，就是我们之前去发现这个工程学蓝图设计图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进阶十字弓啊。那其实我上一集拍片的时候就已经拍出来了，只是影片太长，所以我就把它卡掉啊。但是也不是很重要啦，反正。就直接做好这个范本给大家看，就是这个进阶十字弓。所以我们把视角调回来，然后看到左上角这是什么，我们的 Rika 系列的模组，就是 Dragon API Rotary Craft Theory Adder Craft Chromatic Craft， 还有这个 Void Monster Expanded Redstone 更新了。然后他非常的这个好心的提醒你啊，而且这个题型非常的非常的明显哈，基本上你每次开一个新地图跟重新登录这个伺服器，它都会提醒你一次。我们就把它关掉，好，谢谢提醒，我们之后改天再更新。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把这个进阶十字弓吧。那它用到的部件的话呢，就是我们之前发现的这个设计图啦，对。那这个进阶的 crossbow 前面那个弯弯地方有什么特色啊？还有写说可以增加你的精准度，因为这个用这个钢管制成的嘛，比较沉重，那个精准度更加，然后这个伤害值也会增加啊。这边应该都会有写。那再来下面的话呢，就是这个进阶的十字弓的那个基座啊，就是扣扳机的地方。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可以大幅度的这个减少后坐力啊。什么是后坐力呢？就是一般来讲，发射十字弓如果后坐力很强的话呢，你射一发，那个你的那个指针
准心会往上飘一段啊，这个就是后坐力。后坐力越强的话呢，你会很明显感觉到你的那个指针会往上飘一大段。所以说这个进阶的这个基座可以减少非常多的后坐力，那你的指针就比较不会乱飘啦啊。所以我这一把的话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加了这个进阶十字弓的前面的头跟进阶十字弓的基座，然后呢我们的前面的刺刀还是一样，然后旁边这个 MOD MOD 的部分的话就有所选择了。因为我一开始想说我们来试试看这个望远镜升级啊，但是望远镜升级的话呢，它就必须要取代掉我们之前这个诸葛连弩升级，就是你要放弃可以射六连发的这个功能啊。所以我在两相取舍之下，我还是选择可以射六连发。望远镜的话就是你按右键瞄准的时候会拉得很近啊，我是不晓得会不会增加精准度啦，不晓得，但是我还是比较因为我十字弓大部分都是用爆炸箭矢，爆炸箭矢的话就是要快且战且走，所以比较不求精准度啦，就是敌人快要靠近的时候呢，拿几根爆炸箭矢炸一炸。所以我还是用这个 repeating module， 那你们就做好这一把啦。那我们这个有空格，我们来安装子弹。然后因为这个大概就是最后的一把十字弓了，所以我就一口气做的非常多的这个爆炸箭矢啊。基本上这个爆炸箭矢的配方也就是最顶级的啦。要再好的话呢，就必须要改它的填充物变成那个龙芯。可是龙芯实在太贵了，所以我们还是用这个碎岩石就好了。嘿，所以我们把这个安装上去，这个就是我们的进阶十字弓啦。把这个敲掉，一次多做一点，这样子装在这个吸弹的盒子里面比较省空间。好，那既然爆炸箭矢我们做完了，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这个黑曜石炸弹的这个外壳或者地雷。那老样子我们应该也是不会做地雷啦，所以我们会做这个黑曜石外壳，然后我们的这个配方已经放在这边好啦。我们先做一点点起来，因为我想要尝试一些不同的变化。做好刚好16个外壳，然后降温啊，然后放进这个合成台。那填充物的话呢，这里我就想要尝试看看刚刚说龙芯啊，虽然说龙芯很贵啦，但是还是有一点点的存量，所以我们就做少量的这个填充物，就是比如说挑战比较困难的关卡有 BOSS 的时候呢，就可以丢这个珍贵的炸弹啊。那这个的话呢，跟我说用拳头没办法合成哦，我现在不就是用拳头吗？好吧，我好像又遇到 bug 了。这个它显示要用手打，可是我打了完全没反应，而且它也是红色，代表不能用手。明明就是空手，就又不能用手。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呢，发现它在旧版的合成配方的话，这个是要用一个盐波杵，就是盐波的波跟盐波杵去搅拌啊，所以你要拿一个盐波杵去合成它。可是呢，现在这个版本 MyFantasy 没有盐波杵这种工具，这个工具已经被取消掉了。它好像就是要改成用空手去搅拌。可是现在又搅拌不出来，所以我猜这应该又是 bug。 好吧，那既然是 bug 那就无解啦，我们没办法做出这个最高级的这个填充物，那我们就通通塞这个碎裂这个破片手榴弹就好了。所以说我们这个加这个加这个加这个都有了，哒哒，我们就有一个黑曜石 casing 的这个，哇，各位看看它的爆炸伤害是96点，非常非常非常高。每一样做完之后呢，记得要加上这个史莱姆球来变成这个粘性炸弹啊，这样子就完成了。那我们除了做这个黑曜石外壳这个炸弹之外呢，我还想做这个水晶外壳炸弹。那虽然说水晶外壳就是把这个爆炸范围整个扩大，但是平均伤害会下降。可是后来想想，其实也是可以试试看啊。比如说之后要去打地牢哦，地牢的话，像是 Battle Dungeon 常常会这样子，一个地方挤了一大堆的小怪冲上来。这时候如果丢一颗水晶炸弹，感觉效果可能还不错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OK， 那我们就准备了这么多的炸弹啊，两个这个黑曜石外壳炸弹跟两个这个水晶外壳炸弹啊，这个应该足够打一整个地牢了吧？不知道炸弹量消耗量大不大？那再来，接下来就要进入本集的另外一个重点了啊，也就是我最期待的部分。前面只是小菜，现在才是最重要的啊！嘿，那就是呢，我们要来这个制作这个 My Fantasy， 也就是我目前能够做的最后一里路啦。那个东西呢，就是这个 Cogwork Suit 啊，齿轮装甲，或者是呢，你也可以直接叫它动力装甲啦。啊，就是我们在那个 My Fantasy 地牢看到这种框架类的东西。啊，那就是在这个框架呢，我们放入一些特别的玩意儿，像是这个 helmet block 或者是 chest block， 总共三个，然后呢，你就可以创建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动力装甲啊。既然叫动力装甲，它就是要吃燃料啦。那除了这个装甲的框架本体之外，你还可以再安插上去这个很大的一个 plating 啊，就是在那个动力装甲的框架。再加上一个保护层，有点像，在就是外面的保护层里面呢，自己也可以穿这个铠甲衣服，所以会有一个双层保护效果啊。就是怪物先打的话，会打外面的外壳，打破外面外壳之后呢，才会再扣里面我们装备的耐久之类的。所以说呢，我们就来做做看吧。那就看到我下面准备这一大排的东西，其实就是大概今天会用到的材料啦。所以我们上一次呢，这个去地牢掠夺了不少这个资源啊，那其中的话就包括这个 frame block 啊，所以我们今天就不用自己做 frame block 了。那再来，我们要把这个设施放在哪里？这个很重要。但是你盖好这个机构啊，你还要再做一个这个东西来把它架在这个 frame block 的最顶端。然后他有说这个道具一旦安装之后呢，就没办法拆下来了，所以你必须要确定好你这个制造装备的这个台子或架子的位置。那你设置好之后呢，就不要随便移动它的，因为你只要一敲掉它，上面这个你安装好的这个钩子也会消失，没有办法回收。所以之后我们做出这个装甲，其实，是不是龙啊？其实它 size 很大哦，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适合放在室外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从来没有用过的 bloomery 给敲掉了。之前我们放了三台 bloomery 在外面啊，我们想说，之后烧矿可以用到。只是呢，我们 My Fantasy 有进阶版本啦，直接用这个熔炉烧就好了，更快。好啦，那我们把这个设施放在外面，这个可能要调整一下，那稍微对称一下好了，放在这边。下面垫一个石头来当装饰啊，当然这石头不是必要的，只要上面的 frame block 盖正确就行了。我们的屋路放在这边。好，然后呢，这样子摆，然后铺四格高，所以说呢，这是第二格，这是第三格，再来第四格，好，铺四格高，然后中间再加一个像架子把它盖着，这样子基本的造型就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要做一个钩子，把它安装在那个顶层的那个方块。好，完成了 cogwork pulley。然后我记得没错的话，是不是要拿扳手啊？啊，不晓得。反正总而言之呢，我们拿着扳手，然后呢身上带着这个 pulley， 对着这个方块的顶端点一下右键，哒啦，它就会把刚刚那个东西安装在上面啊，这样子就完成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这个东西是制造动力装甲的外面的架子，接下来我们才要合成动力装甲本体。那这动力装甲的话，分成三个部分，就是头、身体跟脚啊，没有鞋子，就是脚跟鞋子是同一体啊，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分开来合成啊。配方的话都写在后面，就是这个头、
身体跟脚，那中间会用到这个 cardboard shaft， 就是前面这个东西。所以我们总共需要1、2、3、4、5、6、7、8、9、10，10个这个 shaft， 完成10个这个 cargo shaft， 那我们就来开始合成这个部件吧。第一个是我们的头哦，其实你可以看到它消耗非常非常多的铁跟钉子啊。哎，我们第一个这个铁质框架跟钉子，哎，中介之眼跟两个这个。哦，没有错，啊，这应该是无视任何的品质啊，所以就是随便做啊。再来是我们的身体啊，那身体的话呢，它有一个配方是熔炉，就是代表说之后如果你要塞染料的话，就是塞身体的部分啊。哇，这个好复杂啊，哦！身体完成了，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脚，哎，脚的部分的话呢？钉子，然后这边也像一个脚的样子。好，我们的脚也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准备组装我们的这个动力装甲啦。那首先呢，就是脚是最下面，这是当然的，然后身体是中间，然后最上面是放的，等一下反了，这个是头，哎，这个是哦，这个是头，这个才是身体。好，然后摆了都没错之后呢，我们就拿起你的扳手，对着身体的部位点右键，哒哒，它就会转化，就会完成我们这个动力装甲的这个外形啊。哎，那它其实就是一个实体，一个 entity， 然后我们玩家可以骑上去，有点像骑马一样，它其实就是一种载具啦。然后各位可以注意右上角有一个奇妙的东西，这个就是它的燃料条，所以我们要这个帮它填充这个燃料。那它燃料的话只能吃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coke 焦炭啊。那它只能吃自己模组焦炭啦，其他模组我是不晓得。总而言之呢，焦炭就是这样做，其实不便宜就是了，因为它需要消耗大量的这个 strong flux 啊。然后就把焦炭对着它点右键，它就会安装好啊。然后一次最多可以塞20个焦炭。然后呢，要怎么使用它呢？很简单，我们只要对着它点右键。哒哒，哦，你就进入了这个装甲的这个身体里面啦，有没有？它其实就是在这个机械外壳，就是把玩家包起来的感觉啊，一种动力装甲概念。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控制它了，哦，就是一样这个前后左右的概念。哒哒。只是它很特别，是它经过的地方，这个草地都会死掉，变成泥土。然后呢，你踩到这个任何的植物啊，也会通通被我们这个动力装甲直接踩扁。然后呢，它是可以跳，但是它的跳跃能力非常差，基本上就是这个动力装甲虽然是动力装甲，但它比较像是一种防御取向的概念，它不是让你变得很灵活，像钢铁人一样这样飞天遁地，它比较像是一种移动式坦克的概念，你就像开坦克车一样，只是它的外形是一个人的造型啊，所以你行走速度可以看到非常非常慢，跳也没办法跳很高啊，哦，可以二段跳，嚯嚯，应该不能二段跳啊，刚刚只是它踩地板然后二段跳，嘿。我们可以走上这个半木板吗？可以，我记得没错，它连玻璃都会踩碎，所以要很小心啊。然后我们按住 Shift， 就是离开载具就可以直接下来了。哎，然后呢，我们可以直接拿扳手，啊，算了，就是你可以拿扳手对它点左键，你就可以把它破坏掉，它就会变回那三个零组件还给你。哎，只是我不想这么做，因为这样的话我刚刚塞入的燃料都会不见。我们再上去一次，然后把它开回去啊。那现在这种状态下呢，是这个还没有塞入这个护甲片的啊，现在就是单纯的一个框架，可以看到直接看到我的 skin， 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框架包在玩家身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其实书本上有说明了，这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免疫烟雾伤害，就是你没有放烟囱，
家里烟雾弥漫，你也不会有事情。然后呢，你可以免疫掉落伤害啊，就是完全不会有衰落伤害。然后呢，也会轻微的增加你的这个攻击伤害。然后呢，也会几乎让你不会消耗这个耐力值了。所以穿上这个动力装甲的话，有缺点当然也有优点啊。优点的话可以增加你的攻击伤害，感觉还不错。只是缺点的话呢，就是行走速度很慢。所以我们通常的话呢，都还会再拿去做一次升级，就是加入这个护甲片啊。所以我们就走回这个装甲室，然后呢，我们下来之后呢，它就会自动挂上去了，你不用做任何事情，它会侦测说，哦，你刚好在护甲台，那我就帮你挂上去。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准备来帮它安装护甲片，然后这个护甲片就很贵咯，超级无敌贵。就是往后看这一页啊，护甲片。那这个护甲的话呢，它是全身式的，所以你只要做一份就好了。然后呢，它需要这个厚片跟这个超大厚片啊，这个超大厚片就是拿两个厚片去合成在一起的，所以还蛮贵的。然后这个也是可以选择各式各样的材质，从最基础的青铜、铜铁，到高级的这个合金钢，或者是你要直接拿这个 ignotumite 或 mithium 或者是 enderforge 都可以啊。那它还有提供一种新的合金，就是这个 composite alloy 啊。总而言之呢，它是一种混合金属，就是拿钢片跟这个铜片，然后呢直接打成一片的这种金属。然后根据它的说明，就是它很适合拿来做装备，不适合拿来做工具武器啊。但它的缺点就是很重，因为它直接拿这个钢跟铜把它打在一起，所以缺点是很重。那我后来比较了一下，其实我们的这 Ignotumite 的材料是够，所以我决定呢干脆直升这个 Ignotumite 就好了。那你可以查一下它这个 Cogwork 它就会列出所有的不同的这个装甲，像是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合金的话，它的护甲 rating 是 1800， 比之前的一些什么钢啊，我看一下哦，对，你看比黑钢高，比蓝钢高，然后等于我们的红钢啊。那其实红钢、蓝钢跟黑钢已经算很贵的了，但是我们这个合金化，它就是消耗我们的钢跟铜，在一点点的那个 warframe， 所以其实它比起我们的红钢来讲是便宜很多的，所以我觉得它的取向就是，你没有太多稀有的材料的话，你可以用这种合金。但是如果你已经玩到后期的话，那你想用什么都是用什么。所以我们这次呢，就一样用这个 Ignotumite。 你可以看到它的护甲 rating 3400， 比这个高出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就用这个吧。那所以说我们稍微计算一下之后呢，我们做一套这个外壳总共要36个金属锭啊，所以我们先把它通通敲成这个厚板，然后呢再把一些厚板拿去敲成这个超大厚板啊， huge 版本的啊，一样这个无关品质，所以你随便敲都 OK 啊。完成了之后呢，就可以开始拼凑我们这个超大的装甲啦。那基本上它就像是一个包起来的太空舱。然后这里的话就不需要加热，直接敲。然后这个有地方有点奇怪跟诡异的是，你可以敲出完美品质的啊，然后再加上它是这个最高级合金，所以说你敲出来的这个装甲会是 unbreakable 属性。可是呢，我实验过了，发现即便是 unbreakable， 甚至还有附魔的这个装甲，你安装上去之后呢，它会直接重新洗白，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动力装甲是无视这些属性的啊，所以你就不用白费功夫去搞附魔或者是敲出完美品质了，没有差别。它不会吃附魔那些属性，那就直接敲出一般的状态就好了。好，我们敲出来了 Ignotumite Cogwork Plating 的话，它的 Armor Rating 是 3400， 重105公斤，哒哒，非常重的玩意儿。
啊，基本上应该该做的东西都做完了，我们就扳手先带着，这个可以收起来。好，然后哦对，别忘了另外准备16个 bolt 这个小齿轮啊，因为你要把这个 plating 安装上去的话，它要消耗16个小齿轮，所以我们就拿着这个装甲，对它点右键，你会发现它会慢慢消耗掉你这个 bolt。好，等到16个都消耗完之后呢，它就可以钻上去了，哒哒，然后呢就可以再次骑上去，哒哒。那现在的话基本上就跟刚刚一样，差别只在于你现在是有这个装甲的状态啊。那有装甲状态的话会有什么差别啊？就是呢，因为现在已经这个完整包覆起来了，有点像在穿一个潜水装或者是太空装的感觉，所以你会免疫这个药水或者是凋零之毒的伤害啊，缓速那些我是不晓得，但是像是哦对啦，其他可能还是有，但是像中毒跟凋零毒的这种药水伤害是不会让你扣血，但是这个比较特别的是它不是让你完全不会得到药水效果，你还是会吃到药水效果，你去看你的 buff 你还是会有那个中毒跟凋零，可是你不会扣血啊，就是装备化会帮你挡住。那这时候你不要脱离装甲，因为如果你在还有药水效果的时候脱离装甲，你就会中毒会扣血啊，但是你只要再回去装甲的话你就不会受伤。然后再来呢，你当然也不会怕火，这是一定的。然后呢但是这个有个比较特别的设定，就是如果你长时间走在这个火上面的话，可能会对装甲造成伤害，但是这个是看这个装甲本身的这个熔点啊，所以通常越高级的合金你就越不用担心这个装甲会受伤。然后呢，这个如果你要把这个装甲进行维修的话很简单，就是拿扳手你要先把你的这个你的装甲走回去这个架子上这个挂好，你才可以拿扳手把装甲给拆下来，拆下来之后呢就一样用那个修复台进行修复就好了。然后呢它还有什么特性，就是 you cannot jump，但是你可以直接走一格高啊，不过我觉得这个他讲的不是很正确啦，就是我还是可以跳跳一格高，跳一点点而已，然后但是他有说的这个直接走一格高能力是有的啊，所以你移动速度虽然说非常非常慢，但是不会太大影响，基本上做这套装备的话各位就把它当成一种开坦克车的概念就好了，它没有办法太灵活。然后要特别注意是它对于这个爆炸属性的伤害的这个耐力特别低啊，就是如果是爆炸型攻击像 TNT 或苦力炮的话，它会对你的装甲造成比较多的伤害，就耐久度掉得比较快，然后呢你也可能会冻结隔一秒钟，因为你会有那个爆炸震波嘛，虽然你是穿着动力装甲，可是在震波的情况下你暂时会没办法移动。好，再来呢如果你很不幸的战斗过程当中你的外面的护甲层爆掉了，但是呢你中间的 framework 就是你的框架不会坏啊，如果呢你这个框架本身如果你可能你是着火或掉岩浆的话，框架可能还是会坏掉啦这大概就是需要注意的点。好接下来呢就开始要进入这个跨模组支援的时间啦，对不对？因为呢这个装甲动力装甲虽然说它这个坦克非常厉害，可是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它必须要在这个组装台之下才可以进行组装，组装好之后呢你要开着你的这个护甲一直走到你要这个攻略的点，比如说我们的 Battle Dungeon， 哦好远哦，对，那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在 Battle Dungeon 前面盖好这个东西，然后把装甲给组装起来，可是每次盖的话都要消耗一个上面的钩子，钩子也没办法回收嘛，所以总体而言不是很方便，所以呢我想试试看的就是能不能用黄金套索把动力装甲给装起来，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实体嘛，抓不起来的感觉，按住 shift 也不行，所以我们没办法用黄金套索抓起来，残念。
可是我们当然不会那么快放弃啦。能够把东西抓起来的，除了黄金套索之外呢，其他的还有像什么 Ender.io 的灵魂瓶子，对不对？而灵魂瓶子它要特殊的合金，可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发展 Ender.io。啊，我们目前能够做出来的，其实还有一个东西哦，我们有装一个模组叫做 My Factor Reloaded。啊，它就有一个大师球，这个我们目前做得出来，所以我们试试看。那我们幽灵眼泪加上四颗中介珍珠就可以做出大师球啦。哎，这个抓得起来吗？马上就揭晓答案。哎，还是不行。可是呢，我们 My Factor Reload 它预知到了这种状况，所以他还提供这个捕捉器，因为像是比如说要抓村民啊，一些可以互动的生物的时候，可能就会遇到这种状况，所以你可以做一个捕捉器。我们塑胶片之前已经有，哒哒，那它就是 Shift 加右键可以切换模式，就是 Release 或 Capture， 就是你要把球这样喷出去，或者是已经抓好球的，你可以把它 Release 出去啊。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这个 capture 捕捉模式，究竟行不行呢？破，哎，啊，哎，可以，所以我们就可以用大师球的方式把这个装甲给装起来，随身携带啊。然后等到我们到贝特当权地牢之后呢，可以把它叫出来，哦，就可以随时开始使用了，有没有很方便？哒哒，所以感觉不错，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方法，下次要去打地牢的话，我们就试着穿这套去攻略啊。那好吧，我看了一下，哎，看了一下时间也差不多，然后我们能做的东西也做的差不多了，该做都可以做了，这就是我们 My Fantasy 最后的终极科技，这完全是黑科技啦。工程学的 Cogwork Suit， 那简称你可以叫它动力装甲或者什么齿轮装甲，其实有点像那个 Fallout， 有没有？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我自己是没有玩过啦，但是我有看过它的游戏介绍，好像里面也可以穿一种动力装甲啊，长得还蛮像这个的。所以我们 My Fantasy 模组到此差不多就完全告一段落咯，嘿，除了少数的一些小道具没有做到之外，其他一些主要的核心的部分我们都已经看过一遍了，所以我们下一集呢，刚好第二十集就来做个收尾，我们就带着我们现在做好的最高级的武器装备还有动力装甲，一同去挑战这个 Better Dungeon 的地牢吧。那就下次再见咯，谢谢大家，各位拜拜。